格林多前书第十六章，关于为圣徒捐款的事，我怎样给加拿大各教会规定了，你们也该照样做。每周的第一日，你们每人要照自己的能力积蓄一点，各自存放着，免得我来到时才现凑。即使我一来到，就派你们所认可的人带着信，把你们的恩师送到耶路撒冷去，若是值得我也去，他们就同我一起去。我巡行了马其顿以后，就往你们那里去，因为我只愿巡行马其顿，但在你们那里，可能我要住下生活过冬。以后我无论往哪里去，你们可以给我送行，因为这次我不愿只路过时见见你们。主若准许，我就希望在你们那里多住一些时候，但我仍要在厄弗所逗留到五旬节，因为有成效的大门已给我敞开了，但也有许多敌对的人。若是地茂德到了，你们要留意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恐无惧，因为他是办理主的工作，如同我一样，所以谁也不可轻视他。以后你们当送他平安启程回到我这里，因为我与弟兄们等候着他。关于阿波罗弟兄，我多次恳求他，要他同弟兄们一起到你们那里去，但他绝没有意思如今去，一有好机会他一定会去。你们应当警醒，应屹立在信德上，应有丈夫气概，应刚强有力，你们的一切事都应以爱而行。弟兄们，我还要劝告你们，你们知道斯特法那一家原是阿哈雅的出国，且自愿委身服侍圣徒，对这样的人和一切合作劳苦的人，你们应表示服从。斯特法那和弗图纳托及阿哈伊科来了，我很喜欢，因为他们填补了你们的空缺，他们使我和你们的心神都感到了快慰。对他们这样的人，你们应知敬重。亚细亚各教会问候你们。阿贵拉和普里史拉以及他们家内的教会，在主内多多问候你们。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，你们也该以圣门彼此问候。我保禄亲笔问候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该受诅咒。吾主，来吧，愿主耶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，愿我的爱在基督耶稣内与你们众人同在。